姐姐，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，这是我送给你的。哦。进去看看吧。你还记得吗？这里是你的房间。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吗？嗯，都是你应得的。谢谢陆总。我的房间。对，你身上这件衣服就是你第一次来这里时候穿的，当时你可喜欢了。好的，主人，已将这里设置为我的房间，请问我的抽电台在哪里？谢谢你啊。姐姐姐姐，橘子汁不好喝吗？你怎么眼睛红红的？啊，没有，姐姐只是眼睛有点不舒服。哦，姐姐好辛苦，那我帮姐姐做眼保健操吧。姐姐闭上眼睛，眼睛也需要休息，我们要好好对她，她才能让我们看到最想看到的事物，见最想见到的人。欢迎回来，星期五，你太棒了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晋升为小可爱，太棒了，我的星期五。那重新说，以后由我来保护你。把手放下，一会儿就该冷没电了。谁敢欺骗我们大名鼎鼎的陆总？不。我要你永远都陪在我身边，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最珍贵的猫。那说话算话，不许食言。说话算话，绝不反悔。好，知道了，去吧。你的作品还蛮受关注的嘛。谢谢。不过你这种圆形的设计可能不太符合 IMU 的当下。我知道 IMU 的设计都是比较科技感强的，但是我觉得对很多家庭都太过冰冷。像我妹妹就比较喜欢一款 iPad 壳是圆形的，她觉得很温暖。我的灯也是这样的。你的这些设计理念对于 IMU 这种国际化的大公司来说未免显得有些小气了。我一直在想 IMU 发展的瓶颈是什么，但是今天我想我找到了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。这你都想不明白？一直以来 IMU 都是行业的标杆，但是最近我看 IMU 的设计总会觉得外观有些冷，摸起来更冷。是，这是一种潮流。不过今天这个灯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，他重视了那群我们一直忽视的需要情感陪伴的生活用户。好，既然陆总您满意，那么作为员工的我一定全力配合。好久不见啊，卢森。
不过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两个人的结局并不完美，那么这个灯会不会给人一种虚假的欺骗，让一个人久久地站在那里走不出来。灯从来都不会给别人答案，就像抛硬币，当你抱起这个灯的时候你就有了选择。我爸跟我说过，人就像河流，要不断的流淌，结交新的人，最终才会流向大海。如果你觉得过去令你很痛苦的话，你就该去交一些新的朋友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就是感冒了。那你把头套摘了吧，透透气。别，我怕传染你。好，你还挺像我一个朋友的。是吗？对了，当这个灯亮起的时候，真的可以唤醒另外一个人的思念吗？一定会的。我来试试。Thank you.